I'm located by attackers. Bitch, I got down here. 白痴，录起来 ，YouTube。手法，全部都是用手法，OK？ 原装手法。哎呦，不会用雷蛇，不会用 Holy 哦。没有啊。 Attackers are heading out to defuse a bomb. 让我捡包啦！Attackers recovered the diffuser. 哥，你是看到了吗？看到了。啊！I saw that. 哎，我去找找看利剑在哪。Attackers have located a bomb. 哇，你好近！哎呦，你知道我这是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说，不是，就是我刚刚一出来，然后我一点声音都没有。没有啊，就是我看机的话也是听到声音啊，听到一点点啊，我就是一没有啊，我因为我是一边的机，一边有声，一边有声音，一边没声音，然后就听不到了，这样。 不是啊，我只有右边的耳，就是你耳机会有左右嘛，但是我右边的那个，就是我不是我左边的那个坏了。啊，对啊，不知道，就那个线，不是啊，就是线坏了，应该是接触的问题吧。 那个你要拿去给修理的修啊。用无线，用无线很贵啊。哎 ，Coleman 的那个是不是无线 ？Five seconds to insertion. 旧的呢？啊，他旧的叫什么？我们那家，你确实是有没有要找那么久啦？啊？是不是啊？ Defender has left the area of operation. Hey, 真没声音，超级麻烦。 讲，不能讲话。 Oh shit. 现在这个情况很尴尬哦，你们两个人的位置很尴尬哦，哈哈哈，笑你。 这是手法 ，OK。 我那弟弟啊，我那弟弟啊，啊你是不是有两颗？是不是有三颗闪光弹可以用？那你是不是在反弹一颗啦？
为什么换电呢？ Attackers need to locate and defuse bombs. 来，这个要上在 YouTube 吧？对啊。然后你去 po Facebook。我会放在那个社团。你去，对啊，你去放社团。 你说什么？有一个什么？你先说你讲什么？ 怎么在那边写文章？怎么写？那写什么吗？两个小屁孩单挑。Attackers recover the diffuser. Attackers' objective is to locate a bomb and defuse it. 我在吃柚子，然后吃到苦苦的东西，好像是皮吧。Attackers have located a bomb. 我觉得可以。 情况有点尴尬哦。我干你妈！Attackers activating the diffuser. 干！哇，你抓下的。不行。你看你装包也装很久啊。因为职业联赛是7秒啊。对啊。干！哎，你怎么抓 shot？ 哎，文瑞，你怎么叫 shot？ 不是啊，我是问你，你是按什么发射的？你是改电脑？是啊。哦。不错。完全确认。哇，不错哦，那不错哦。OK， 明白。 明白。干嘛？ 10 seconds remaining. 我今天买的。 5 seconds to insertion. Attackers recover the diffuser. Attackers must locate and defuse a bomb.
会吧？还要再尴尬一次吗？好看还是没有。到哎、欸。好，越来越尴尬了。啊，真的好尴尬、啊。这好尴尬、啊。怎么办？这太尴尬了吧？偏他们没有看我的影片啊！好看，我在看前面啊，我以为你会从前面出来。哎、欸，没，你刚刚在哪？啊，我就一边耳机啊，我听不到啊，真的听不到。我以为你在那前面的。我没有换啊，如果我换的话，不能讲话的。所以我就说很尴尬。啊所以就是很尴尬，不要我不要看你们 pain gaming， 你们就给我正常打，他妈的。好啦，我换一个。Attackers need to locate and defuse bombs。是这样哦。我去找 Coleman， 叫他给那个旧的耳机给我。等一下，我先换个耳机。欸、你知道我的耳机多少钱吗？3000哦。没有，4000，400块。是不是会音好大、啊？还好。不会啊，没有。还好。没有回音啊。没有回音吗？没有啊，还蛮不错的。没有回音。没有啊，而且我觉得你的麦还比较清晰呢，你知道吗？哦，这个是我以前过，就是坏掉的，然后。之前超大的回音。Attackers recovered the bomb. 没有没有啊。Attackers must locate and defuse the bomb. 哎呦，可以听哎，这个。好，以后改用这个的。你就先用这个。好了，现在的可以听了。文瑞弟弟啊，不要装会。但是有时候回音好像很大。啊，我太无聊了，我无聊的很。A bomb has been located. 那、啊、你在哪？来了来了。好，去找你。呼！干！输错了。干！有东西啊。Hello。啊！听错边的。先闪为快！好可怕哦，贝！弟弟不要耍智障，他太无聊了，他不打哦。哎、啊，你知道我一定要带到你的画面，然后你的画面就上面耍智障，然后这个东西要放在YouTube上面，哦、还有社团上面。好呗，好好打一下，那我好好打一下。对，展现你在哪 Pro League 的那种感觉。我忘记了，有楼上可以封，我在耍脑。哇靠！你这样听不到、啊，真的假的？我那弟弟有啊，我知道。哇，好准哦！干耶！ Yeah! 好吧，这不够智障了，啊不，这不智障了吧？好了，不行，我用雷蛇。好，你用我用雷蛇，用雷蛇。我就说你可以用雷蛇、啊，你不要。有听到吗？有回音吗？有，哎、欸，没有回音，而且清晰、啊。有听到，没有回音。有嘞，有嘞，有嘞，有回音，有回音。哇，你在刚说。哇。那现在呢？还是有，还是有。
有吗？路线的问题啊，有吗？有啦，只是蛮小的，小的，哎，很大声，很大声。Defenders, protect your bombs from being defused by attackers. 有吗？哦哦，有吗？直白。你怎么好像一换雷神就马上有回应了？不是啊，那个啊，怎么讲呢？那现在有回应吗？哎。Attackers have discovered the location of a bomb. 没关系呀。Ten seconds remaining. 屁耶！大家都说我换这麦克风，跟声音变成智障一样。Five seconds left before it goes away.好准哦，龙雷神。Attackers recovered the bomb defuser. Attackers are heading out. 你知道吗？你完全在暴露你的位置哎。好，没差、啊。超大声的，超大声。反正我也是可以赢啊。哦，嚣张。哦。哦，都这样。你不要输掉就是了。好，那前面的都让你了。Attackers have located the bomb. Fuck you！ 我要打猎头了。哎、欸，他不算爆头哎、欸。对啊，对啊。就是。好。我刚才不要杀你头，然后你就把我杀了。好，他们心头。有回音，对呀，你看到的，来的来的，真的吗？有点偏差，来个反派，有呢，好猛啊！有吗？我还能说什么呢？算了，还是用一条线的算了。其实你把最右边那个先封起来才比较重要，你知道吗？我知道啊。你应该第一个先封那一个。Ten seconds left before insertion。管他的，反正他应该不会想到那边的、啊。应该呀、啊。Five seconds to go。走哪里啊？不对啊，不请问。二楼。Attackers recovered the bomb defuser. Attackers objective is to locate a bomb and a bomb has been located. 你在干嘛？知道吗？算了，没关系，他干撤去。这情况也蛮尴尬的，好尴尬。哦，不是 nation。哪里啊？我真的有会觉得我机坏。Attackers have located a bomb. 中包了。我就说很尴尬。管他的。其实这情况真的很尴尬。超尴尬。弹都没照到你耶，你在哪？我是忍者。这情况真的很尴尬。或者是不透露情报，人你妈啊人，忍者，好大嘞，小屁屁，看来小，
办越来越尴尬了。越搞越尴尬。自己看啊，没有，我问 Faker 你有没有看到？就你在耍智障啊！哦，他趴着。对耶。我才不要跟他冲嘞！好啦。换雷神，这整个就是变得回来变态啊，变了一个人。该反败了。不会啊。支持 Penta 电报的小屁孩。你有没有调延长啊 ，Penta？ 什么延长？延长赛啊！如果你打到第四的话，会不会延长？会啊。哦，不要。就是打我打到第四的时候，拿着五分赢啊。哦 ，Attackers want to locate and defuse as many bombs as they can。好险，九点半时间还可以。他所以可以说是跟排名差不多，比排名就是那个你本来要赢的多了一回合而已。那可是我没记错，你可以像那个什么，干嘛啦？来，我都这样输给一个雷蛇，这样打一个箭鼠就更困难。天哪！好，两种都要在用啊，你要哪一种？不用啊，就用雷蛇啊，最习惯雷蛇。我比较习惯那个键盘。现在的画面超神奇的。等一下你抖动。Attackers have recovered their diffuser. Attackers objective is to locate the bomb and defuse it. 不是，你们要看到我的画面才知道发生什么事。太想看。What the fuck？ 好啦，我换火鼠了。靠呗，那我这样还要等你。对啊，你挖起上来吧，不怕你的。看你这个滑鼠有，不是看你这个手法有没有可能赢过啦？没有啊。好啦。在哪里？哦，好尴尬哦，天哪！吓到了！咩！谁啊？啊，知道。吸引炸的地方是他300年前就在的地方。哦，当然知道啊。中包啊，给你中包。我才不要了。来中包。我们一起来听声音。你在澳门没有在卖罗技？就是没有罗技厂。没有逻辑长箱，对，这个没有逻辑长箱，超级可怜的。跟逻辑有什么仇啊？不是啊，就是太小了，澳门。A bomb has been located. 喂，有人在看机哦。你啊，你也是啊。看到了。干，花小。尴尬了。不行，尴尬了。我那里鱼要把情况弄尴尬，好不好？不会啊。不行，我要跑。Attackers activating diffuser。What in the world？ 我又卡住了 ，fuck you。爷爷，尴尬了，4-4了。好啦，给我追分啦！啊，追分的，追够爽了哈！太爽了，太爽了！每次都把情况搞得很尴尬。啊，
欸，我还是攻方哦，欸，不要，我要玩左方，欸，操你，输了，输了，不会啊，会啊，输了，啊，不然我玩最保守。因为想说那个继续延时间，反正那个时间还够多，然后干，我不是首发，干，先输了。因为我知道我有唯一那个能打赢你的方法，那个方法就是我手放了。哈哈，最后一发，最后一发。尴尬的，真的要尴尬，要被逆转的。对啊，差一分而已，这一分就定那个什么决胜负了。对啊，决胜负了。我想说那个继续玩，然后啊，尴尬了。我不是首发。Five seconds left. 耶，要输了，好爽哦！ Attackers recover the diffuser. Attackers are moving to defuse a bomb. 我想看一下玩法。哦，好难打哦。而且这角色是我在这地图方面跑。给你啦，给你赢啦，枪盾哦，枪盾哦，哎呀，枪盾哦，有点怕怕哟，好怕啊。我在想我要不要很尴尬的直接去玩呢，你知道吗？没有，我感觉你现在只是越弄越尴尬而已。对啊，对啊，我什么都要讲过，你看我这个位置，你看我这个位置是不是很漂亮？是哟，尴尬了，对对对对，一转呢。一转呢、欸，一转干你，一转呢、欸，太好玩了嘞！哎、欸，你知道我刚刚还听到声音在右边，你刚刚有没有去过地下室 ？Welcome to YouTube。你跟我去地下室吗？